五根增长成立，能破五障而见道于世间。能破五障，你看看哪五障？信就不信，敬就是懈怠，障碍就是懈怠，念就是什么呢？失正念。能够正念，你世间的障碍就失念，信敬念。定就是散乱，他那个散乱当然不是凡夫的散啊，是那个已经修道到最后要入初禅的那种散啊，哈，能够念失去，能够让你不产生这个散心散念啊，涣散。慧就让你什么无明，那个无明是知末无明继续做主，就是五根五力那个五种力的倒过来啊，它就是一种障碍，五种障碍。你看能破，有没有看到？根只是不让你破我，我还不能破你。力的话是我不但不会被你破，我还破你。哎，就是力，能破为力。好，根是不被破为根，所以你看，先有根才有力，对不对？我们信佛也是这样，先有善根，然后最后能够破除颠倒见。有的人就有善根没有力啊，有根无力啊。比如这样，比如说他喜欢念佛，他喜欢信佛啊，人家笑他，哎，你怎么那么笨啊？你还这么年轻，你怎么吃素啦？哎呀，世间那么多事情，你怎么不做啊？听听他来，他跑来问我说：“怎么这样讲啊？这样。”他说：“你会因为这样讲而去跟他一样？不会啊，不会。你怎么还怀疑？”他就怀疑，不是怀疑，他就蛮迷惑，你懂吗？他断不了别人的挑衅，虽然他自己不动，他还是会学佛，但他断不了别人的挑衅。哎，你干嘛去做净人呢、啊？你在家不也是可以修吗？对耶，为什么这样？那我怎么办？那就在动。但是如果不动是什么概念？哎，讲也不好啦啊！但是你回答了，回答不了，回答不了，回答不了，你懂吗？就好像他说了嘴亏亏，我唔知啊，一讲跟他丢诶，但是我唔会听阿姨啊，就这样。他讲好像是对啊，但是我也不听他的，这就是有根无力。啊，有根有力是什么呀？你就反过来说了。你那造业，你以为你快乐吗？你准备起颠倒了，你还不知死活啊！我这才修行，我可以帮你忙的。你搞不清楚状况，把他们虐回去。你安尼讲，安尼讲就丢，安尼讲。我现在我问你呢，你是我同学的，你男朋友很爱你呢。然后你现在生大病了，你男朋友要不要替你死？那他不替你死，他说他爱你，爱什么东西？然后你老了啦，你没钱了，你怎样了？然后又怎样？你就去刺激他，要让他本来他在质疑你的，反过来他被你质疑了，那就是有根有力，一个赌斗邓体，你听我意思，是这样。很多佛教徒是傻乎乎的，你知道？但是他有点善根，他没有善力，有根无力，是不是？阿难共阿主给吹吹吹，阿呢？我常常讲这叫倒佛陀架子。倒架子啊！为什么不听闻佛法？所以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呢？虽然你也因为善根不颠倒，不会被他动摇，可是你讲不出所以然，你反驳于他，是这样。我就我以前我去印那个什么，我去印那个死那个字，然后因为我要去推动那个，我要去办那个什么西方哲学、东方哲学的辩论，在成大，然后我就印那些，我当作海报哈、哦，这样。那就个老教授跑来了，看我在影印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年轻人啊，你不好好的过日子啊，怎么这么消极？”我说：“我没有消极啊，我是在替你准备，你比我还更早啊。这个死这个字，我说我是在替你准备，我是在告诉像你这种年纪的人要开始照顾这件事的，我是好意的，好吗？谁说影印一张死就是我消极了？”那这样的话，医生每天在买药，他消极吗？他是要给你们这些病人吃的。我就把他念了这样子，然后那个教授，你是哪个学校？我就成大的，我物理系的，怎样？那他还是成大，我看他是成大，成大好像是中文系还是怎样，就被我变了。年轻人怎么讲话这么冲？我说我没有冲啊，我本来没跟你讲话，是你来找我讲话的。然后旁边那个影印小姐的。
一直在那边笑。对呀、啊，我把他念到他没话说。你不要以为佛教徒就好挑战的，我们常常很多佛教徒就这样傻乎乎的，人家这么一挑战一下，用一个嘴巴闭起来缝起来了，还自说什么啊？我们叫修忍辱，你这倒架子啊！你还修忍辱，是这样，根本倒了佛教架子。啊，就这样了，说的就是这样。我常常讲那件事，啊，那你看着好了，我讲这话的时候，一定还有人一定在网络上面说法藏法师没修养，爱生气，一定还是这种说法的。你看着办好了，一定有，自己来对号入座。我告诉你啦，君子一怒天下平，好吗？我们要是说只是爱护自己，爱护自己的容貌，爱护自己的外相，我就可以这样啊，我们要慈悲啊，不要跟人家吵架，我可以装这个样子啊。我60岁了，我干什么还要巴拉巴拉巴拉讲这些话？我当然要装得很有道德的样子啊。但对佛教什么好处？我对教育有什么好处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现在这个时代是怎样？你不说，你就是默然接受，你懂吗？你不说出一个反过来反驳他的道理，你就是被他说中。世间人就这样看你的，你佛法叫做智慧无量，然后你就面对这种挑战，你像个龟孙子，这是不对的，啊、哦，这不可以这样。